2001年，中国昆曲惊艳世界，成功入选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也由此开启了中国非遗保护的大门。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古老的昆曲正青春。2001年5月18日，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大厅里，来自世界各国的常驻大使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一项结果的公布。随着总干事松浦晃一郎走到台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正式揭晓，其中中国昆曲以全票当选。这一来自古老东方的戏曲艺术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不同于故宫、长城等拥有实体留存的古迹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人类世代相传、靠经验积累下来的知识、技能及各种艺术形式。作为中国第一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昆曲，发源于江苏昆山，至今已拥有600余年的历史，在明末至清中叶长达200多年的时光里，激发出全民性的痴迷与沉醉，也因此被称为盛世元音。300年前，昆曲就是中国好声音，家家户户年轻人没有不会唱的，是吧？都会唱。所以在那个时代，这是个民间的一个话了，叫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这两句说明昆曲曾经兴旺发达到什么程度。明朝中后期，富庶的江南水乡聚集了大批文人雅士，曲调清雅，内容含蓄的昆曲正是在他们的手中一点点得到完善。这个艺术它是诗情画意的，它是虚实结合的，它就是一种抒情式的，一点点事情，但是它可以把它唱成20分钟，唱成半个小时，你看的就是这个里面的词和它台上的这个这些城市戏曲城市的一些表演。兴盛了数百年的昆曲，从清朝中叶开始走向低谷，晚清之际，从昆曲中汲取了大量营养的京剧、越剧等剧种，因唱词直白、题材通俗，受到老百姓的追捧。此后近百年时光，昆曲几度沉浮，却始终无法摆脱衰落的命运。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就是说我们唱戏的人呢，苦一点儿没关系，最伤心的是知音太少了。后台40多个演员在唱戏，舞台底下就坐了8个人在看戏，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当然非常伤心的。到上世纪90年代，作为全国6大昆曲剧团之一的北方昆曲剧院曾一度面临观众流失的困境。昆曲演员魏春荣始终记得剧院当时困难的处境。我们经常办上戏以后就是撩着脸等，说今天有没有旅游团来。哎，来了一个团了，说那大家赶快这个穿衣服准备开戏了。如果说今天没有人来，那就回戏。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句牡丹亭中的经典唱词，冥冥中成了昆曲现实命运的写照。就在昆曲人苦苦坚守之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人们在不断接受外来事物的过程中，也逐渐意识到
复兴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站在全球化的十字路口，全世界的人们都开始了对本民族文化的探寻。2001年，为了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保护计划。这项拯救人类濒危文化的重要任务开始在全世界陆续展开。短短一个月内，上百项传统文化申报项目从全国陆续汇聚到文化部。专家们经过多次讨论，最终选择了百戏之祖昆曲。虽然它的主项是戏剧，实际上综合了文学啊、音乐啊、舞蹈啊、表演啊等等各个门类。确定了申报项目之后，艺术研究院的专家们开始准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的各项材料，要把大量艰深晦涩的昆曲专业词汇翻译成通俗明白的英语。他们只能边干边学。就有一个词儿 community 翻成中文是社区，项目在申报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社区的问题。他们有的时候呢往往就填成是一个什么地区，实际上呢它是特指的一群人，就是和这个遗产的项目相关的这一群人。经过反复修改，几个月后申请材料终于递交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经过焦急而漫长的等待，最终中国昆曲以全票通过，与日本能乐、印度鸠提耶丹梵剧、意大利西西里木偶剧等19个项目成为首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惊艳世界舞台。在联合国汇报演出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位演员，就是魏春荣，他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联合国总干事他在台底下在写着一个传递一个纸条，后来大家才知道他这个纸条上写的，这是我迄今为止在国际舞台上看到最美丽的一位演员。然后我第一次听到什么叫做雷鸣般的掌声，真的是哗一下这个声音就起来了。是这门艺术的美，还有我们这个戏曲艺术它独有的扮相，他的这种舞台呈现的这个美，给他们震撼到了。如今昆曲这门古老的戏曲艺术也在校园里遇到了他年轻的知音。2018年11月，在北京大学的活动教室里，来自苏州昆剧院的老师正在指导学生们进行校园传承版《牡丹亭》的排练。正在排练的这支昆曲团队，其演员和乐队成员是来自北京16所高校的大学生们，他们已经在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12场演出，在表演功力日渐成熟的同时，也让昆曲的以礼之声在校园里回响。所谓的传帮带其实不是一个断层式的，而是一个车轮循环式的。那很多老师们都给我有很多有益的指导，那我也希望能够把我对昆曲的这种信念和热爱继续去传递给更多的人。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个过程之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要没有传承人了，以后这个遗产也就不存在了。从昆曲闪耀世界舞台，到2016年24节气加入世界非遗大家庭，中国以39项优秀的文化传统技艺，成为世界上入选非遗项目最多的国家。2006年，第一批国家级非遗正式公布，我国自此开始逐步建立国家、省、市、县4级非遗名录体系。201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更是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越来越多濒临消失的传统技艺
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重归人们的视线，非遗在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和传承。原来说呢，俺是在村头，什么长院里，那个演出，现在我自己都有好几个剧场。那我们龙泉青瓷发展的话，有从业人员的话将近20000人左右。我们在孟集县也搞了，手剑剪子大赛，最小的就是7岁参加，大的有80岁。了解我们的人更多了，而且想了解我们的人也多了。改革开放40年，是陈旧观念与新鲜思潮的碰撞，也是物质与文化的双丰收。一个民族只有文化自信，才能真正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国家只有保证自己的文化繁荣，才能促进世界文化大花园的多样绽放。